中產方面，我哋就建議咗嘅差餉嗰個免税嗰個數字就同呢季嘅1500啦，希望政府可以提高到5000蚊一季，因為好多中產佢事實上俾嘅差餉啊係俾緊3000-4500，就唔係1500嘅數字，所以我哋建議政府係咪要考慮外國啲做法，即係攞綜援嘅人士係攞到2年就唔俾攞啦，佢出嚟揾嘢做。既然又有28蚊或者甚至再高嘅最低工資嘅保障，希望佢哋投身社會，為佢自己、為佢社會啊，都係做翻啲嘢。